买回来了，这是一双劳保鞋，我看到是挺好看的，不过它真的能防刺穿吗？我准备了一个道具，还有一双普通的鞋子，破伤风之刃，踩到这种钉子真的是不得了哦，哈哈，我们来试一下普通的鞋子，三，哇，刺穿了，噔噔。灯，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防刺穿。OK， 不是说防刺穿吗？嗯，嗯，哎，这个脚没事哎，这个鞋垫也没事哎，它里面好像有一层东西，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这鞋子怎么那么牢啊？这什么鞋啊？这么长的钉子，我就不信了。这个钉子拔都拔不出来，完全穿过去了。什么材料啊？还不是一锤子的事情。